滚啊！等一下，能不能让我住？能不能给我点形象？能不能给我点形象？我正在尿闷，能不能给我点形象？哎呀，老妹儿，你多大呀？今年？刚刷到对面的视频，我每天经常刷到，因为我在家的话就经常刷到他们。滚！嗯，老妹儿。这不是他不让我连麦，你知道吗？不让我连麦，你连个麦，你这兄弟，我没事啊，正常啊，别搞了啊。那个老妹，你这个不是嫂子，这是在线相亲嘛？这是不能搞，我是忘了呀，这不照相又开始搞。好，行，我马上那个了。老妹，你这个你多大？我多大？我二十二，进入。你是99年的？嗯。跳什么舞？就跳的，可能就是一点点的。这边多少人？现在是100多。一会儿，哎，你这个对、啊、衣服挺好看的呀。衣服好看吗？真的吗？站起来我看看。你就想看我站起来就直说嘛。哎，可以吗？可以个屁！不可以是吧？那回头公司不应该给我弄点衣服穿一下吗？这个房间怎么还有一个小窝？这个小窝是我给我准备的吗？这个是3斤的小窝。你那个小窝现在1万了。啊？哎呦！晚上直播完。你那个小窝里面那个熊是我看是什么系列的？拿我看看。这个是猫咪。我看那熊什么系列的？这都是公司配的。小熊熊，公司给你配这么好的呀？鞋底我看呀，不是，鞋底我看呀，这个是某宝买的，鞋底吗？这看不见啊，这公司还是挺会，这个不是正品，这都能看到，是吧？我们给他点关注，给陶晶晶点点关注啊，给陶晶晶点点关注。谢谢杨家人给我点点关注哦。多少粉丝现在？现在多少粉丝？大概30多万吧。今天晚上不是说让我去卖睡衣，怎么没让我去啊？我都等了。今天睡衣被你睡衣没货。我跟你说，睡衣被你卖过一次之后就已经没那个了，没货了。啊、Hello 两个帅哥。我只是让他展现一下自己，让他给你打点鼓励。没有礼貌肯定是女生说的，知道吧？判断。嗯，我马上。啊，兄弟，我们给这个陶晶晶点点关注，唱首歌来，哼首歌，哼那个高潮，直接把那首歌的高潮哼出来。来，哼一首来。我爱你一定爱到花都开了，鸟儿把歌唱，爱到牛郎织女为我们点头。爱到花儿绽放，鸟儿轻轻把我们环绕，爱到每道彩虹溢出你的美。我爱你一
我爱你一定爱到花儿开了鸟儿把歌唱，是不是？哇哦，嗯。到牛郎织女为我们唱。太早了。多少直播多少人了？现在1.1万，好，兄弟们，你们喜欢的再待一会儿，好吧？挂了啊，对，挂了啊，拜拜。好的，拜拜，小杨哥，谢谢。这是小弟差2万分，我差6万分，输了，赢了，嗯，问吗？真心话啊，嗯嗯，第一个真心话，嗯，这个抖音上面所有的女主播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除了兔子牙，二，啊，二谁？二是谁呀？我媳妇儿，我说抖音上的女主播，啊、你一定要说那种人家认识的，啊、你一定要说、哎、说一个人家认识的。完了，完了，别怪我啊，兄弟们，我只能说一个。嗯、说真的啊，迅猛龙挺喜欢，他声音挺好的，就迅猛龙吧。迅猛龙是吧？嗯，可以，这个是个好问题啊。完了。BBQ 了，完了！惠子，哎，他们都让我给你打一把 PK， 好呀，行不行？这样吧，你输了5个真心话，我输了我5个真心话，行不行？兄弟们，这是曾相识的一幕，打一把，打一把，打一把，真的，打一把是吧？好，对吗？因为我马上下播了，我已经播了2小时了，我最后一把了，就下播了，最后一把了，可以啊，可以吧？嗯。好，那输了谁都随便跳个舞吧，可以吧？好，好嘞，行。来，我重新点。兄弟们，给我！我玩个蛋呀！强哥，哎，承认了，你跟我一起跳一个算了，我们小小跳一个，然后小滑脱让我跳个舞，我来做个惩罚。好，来来来，顺带带你跳一下，好不好？好来来，嗯。好，慧慧慧，你下来啊，慧慧。嗯，要下了，杨洋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再喊一下，再喊一下，这听着有点带劲。杨洋，这也太过分了。